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哈工大的体育馆啊。这两天呢，我们学校呢组织了工信部的七所高校的羽毛球跟乒乓球比赛，这是我们比赛场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。那你跟韩哥打羽毛球？对，我跟韩哥老打了。然后男单呢？男单李龙。那行，那就定了。准备吧，准备。一、很紧张了，很紧张了。上素材来了，好嘞，来上素材。照片，照片，快点，照片。你谁？你还有话说？怎么那么高？来，工大啊，应该的。一会儿跟我们同学交流交流。我当裁判是吗？我当裁判。那个，来过来之后，打呀，有没有对手啊？跟陈老师打个单打。我们这个即将来到哈工大的2023级的新生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加油！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陈老师，我掏牌了啊！好专业呀。哎呀！现在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对。
你好呀。对，杀球王，叫球破。我觉得这个球有破网的嫌疑，看来对不对？对。破是吧？哎哎，加十三分。犯规，这个那个陈金强老师不能推最高的反手。比赛结束，陈金强老师获胜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就没这么打，这运动量一下把我拉到上面去。大家今天看够了吗？